就问有谁不爱重量级啤酒杯波霸奶茶，台南在地30年经典茶餐厅，各式火锅排餐点心热炒，内行的就懂哦。太刚好矮黑梅森今天来到台南非常有名的茶大哦，这是一家古色古香的包厢式茶餐厅哦。一进到店里就可以看到饮料吧台耶，二话不说梅子绿和波霸奶茶最大杯的先点起来，吸一口就是这个怀念的滋味啊。茶大的餐点种类多到爆炸哦，火锅、热炒、麻油面线、煎鱼肚、铁板料理超级丰富，而且我认真说，每道菜的分数都很高，光是那个品质就够呛了。而且还有加入整只鲈鱼的火锅，哎，骨头熬汤，鱼肉鲜美，分量简直是100分哦。不论是热炒还是内行人必点的煎鱼肚、煎鲑鱼都非常的好吃。他们的麻油面线系列啊，温和顺口，很好吃哎，必点。这家是梅森会再访的店哦，非常适合亲友聚餐谈工作业务的一个好地方，而且啊，他们的店员也非常的有活力热情哎。